来只猪吧，哎呦啊，漂亮！看完呀，那我都打，我是打野，打野不能卖单儿，小伙子。全军出击，拉一拉线，就可以看到提线木偶的舞蹈。看看这把我们什么路线啊，这把就无限抓下，我不可能让这小可爱起得来，上下无限抓，中路也可以抓一手，哎呀，上中下全能抓，这把我们无敌了。直接往下走了，我就想问一下子啊，别的我不知道，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露露为什么有闪现呢？我知道真正的路，打个石头赢吧。你说你潘森一级不学 OO 跟人打什么玩意儿了呢？净瞎打。下路闪现全交了，我们一会儿可以再来一趟。我二级学个 E 可太难受了啊，打野真费劲。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，我们先蹭个三级，直接踩来。但是不一定能打得死，我说实话啊。这卡莎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狂。来，下路再越一波。赶紧给我推来，就这种露露加另外一个英雄的这种下路啊，一定不能让他拿到人头，快点推呀、啊、磨磨唧唧的，今天就把他堵这儿。来，我看你怎么能跑来。让我扛啊，你俩又不会扛他。来，再杀来。我就没明白啊，你别急呀、啊，我扛啊，你着什么急呢？我一他然后我杀，哎呀，跟你配合真是费劲，真是跟你配合真的是难受死，能把我给难受死，能把我给难到了，兄弟，我难到了，你让我扛啊，我还没扛塔呢，我先一他的，我都没打他，真是佛了。中路试试能不能杀，呸，我是不是咬你，今天我发现起飞下落、嗯、这下路不要了，打个那个下路的河蟹咱要不了了啊，我有这波他去下路吃蟹，我们吃个蓝，不知道蓝有没有，我刚忘记看了看有没有啊，
没有了的话打个蛤蟆，蛤蟆也没了，打个三棱，三棱也没了，就回家。这波螳螂再下了我们不去，鳄鱼也不好杀呀，往下走吧，往下走，这鳄鱼不好杀，鳄鱼血太多了。这个位置有眼，绕一圈，直接绕到下路继续。我们就无限抓下，下路闪现正好还没好，直接绕过来。先杀小可爱，那潘森就别往上上了呗。潘森好像是脑子有包，我发现得给你敲一敲。脑袋有包，这潘森绝对的有脑袋有包。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不打。空单来了，空单六级不合适。我知道。这个小可爱再敢过来就把他杀了。这两个人全部都有闪现，往后撤，来往后撤，把他们放出来，来跑上，游戏结束。你还能踩的再歪一点不，大哥？我就想问一下啊，咱还能不能踩的再歪一点，会不会摁波浪键？别回头了，真费劲。我真正的美隐藏在肌肤之下。这潘森看得我脑淤血。来，中！哦，差一点。再 A 一下，你不 A， 左边螳螂还去不了。他的移动速度把我的 E 给我拉开了。你这不 A 小兵上马，回家。哎，出错了。其实我们等级挺低的，你知道吗？中单都八级了，我们才五级。因为我没怎么打野，我一直赶坑来着，我一直在下路赶坑，我一直在赶坑下路。我们再来一波下路啊！刚才路都把闪用了，继续。谁给我野怪给我反了？没有眼儿，没有眼儿就打小龙，越塔呀。他们需要。不能越了，不能越，打小龙跟我来。这人干哈呢？鳄鱼千万别让他打着我们，知道吧？这鳄鱼是怎么的？这是不要命了是吧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他妈一个一个来呀！啊，完了，飞我了！还好啊。推。
好，打小龙吧。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出牺牲。把那蛤蟆给他打了。这人干什么呢？啥意思啊？他是不把我当人是吧？我这蜘蛛跟野蛆没有压制力，老往我脸上跑。你这英雄是怎么的？是战士英雄吗？这块去下路容易出事儿。因为螳螂应该在下路，我们去了一定被反蹲。我们家没有技能，对面有技能，别打，这边不能打啊，这边不能打，下边来打。你这，哦哦哦！哎哎，杀这个！那不合适，那不让人瞎荡吗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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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哈！你看我这咋来的？我就是不打，非得要打，我都给打信号，硬要上，我不上还不行，简直了呀！我是简直了，我操！我是1000块钱，大哥，看点信号吧。那人家露露有大，螳螂有大的，我们啥也没有。看点信号吧。你这波直接越塔都可以。你不要老人家这回合，你是跑过去跟人打去。去趟中路也可以，他家中路也没技能。下路给我直接越，直接越塔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直接越，直接越，那下路直接越，越死他俩，没技能，那敢搁待着，直接就死。我扛哪来？那起飞、降落、咬，这不就全死吗？哎呀！人家家那个资源速度怎么能快成这个地步？我就纳了个闷儿。我看他们蜡石之牙出的挺多的，我也来一个吧，我也来个蜡石之牙。完了，落手死了，这么肥一个东西死了。哎呦我漂亮，洛克萨斯之手给我追。我没想到你居然如此之猛吧，弟哥！芥末猛吗？来，我来看看那卡莎搁哪呢？你好，有人帮你吗？没有哦，死了，再见。
你好，鳄鱼，我吐你一口痰，你非得让我打一下，打小龙来。我知道是谁潜伏。来，小可爱，往哪走？推你 W。变大没有用，你有我大吗？你打不溜，闪现推，今天你必须得死，我说了你必须得死，给我扛一下，给我扛一下，你意啥呢？这都1块钱，先来法穿吧。我美甲窃魂卷吧。因为其中的金币40%以上都来自小兵，啊，我得多打打野怪呗，打野打的太少了哈。直接开打。当兵太多了，我一共才补了76个兵，我记着我一共就去中路清了一波线，我就没清过线了。完了，摁错了，我想摁个扫描来，这咋办啊？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这不能白摁了。被哪的了？漂亮。没事，没了，剩16滴血。那个小可爱在这干嘛呢？啊，那小可爱在这干嘛呢？小可爱挺可爱呀，在这里做视野，你敢在这个位置做视野，挺有意思的呀，小可爱。我起飞，快跑！啊！硬杀呀！为什么没助攻啊？操了！小蜘蛛咋不咬人呢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这左一就不聪明，聪明的左一直接把兵线一卡，兵线出不去，他们谁也不扛塔的话就全死。把兵线一卡，鳄鱼从家里头一出来，直接全死。
谁走？推！哎，不要哦哦哦啊！打条角龙来，三条龙。我估计他们家 AD 不能走，来你们接盘，我就把 AD 掏了。来，你从下走还是从上走？我想知道一下。猜的对吧？这个 ADC 很骚的，虽然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都死了十三把还依旧的这么的骚，但是就是非常骚，骚气。美甲窃魂卷呢？被我卖了，零层了，不要了。我天，这什么玩意儿都跑了。哎呦，我漂亮落手啊！真肉啊！哎呀，我的发！我应该闪现一手，但是没反应过来。其实我的意思啊，我是有意思要闪的，啊，我是有意思要闪。为什么没闪出来？因为我犹豫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犹豫了一下，薛飞是有点那么小犹豫了。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的优势太大，就存在着一点侥幸的心理。哎呦，飞走了，我马上到。雷恩应该是抹的了，我咬队友呢。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。要翻盘？你在说什么呢？44-22，然后三条龙跟我来了一句要翻盘，就是死一波就要翻盘。哪那么好翻啊？好大的落手，我劈他。漂亮。哎呦，一个劈，漂亮，死了。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先劈那左一，或者先劈鳄鱼也行，打龙吧，来。梅音干啥去了？没关系，克烈又干啥去了？你拉倒吧。
蜘蛛咋不炸呢？等两秒。差点钱，大棒了，兄弟。不用大棒了，小龙。小龙，小龙。先杀的鳄鱼也可以。把小可爱杀了，游戏结束，直接一波。龙给他们拿了，我没看见那龙啊，什么时候打的龙？打那么快呢？维恩小心点啊，左一给你一个 Q 给你秒了。三二一，左一出现，螳螂出现，点燃了，可以啊。拿下，记。起飞。